渴望爱的小女生，要学会成熟点，有话就说给日记本。总得发现世界再冷，没有我对自己狠。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针，但一不小心能让女主线很深。我是不是应该换个第三人称？问问自己，其实想过什么样的人生？原来孤独是伤口，却又不想触摸。